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CD Talk，我是张延廷。现在我们在节目会同时开双直播，在中天的电视以及大锅武器大官 On Fire 的频道，请大家帮忙按阅，还有订阅，还有按赞，还有分享，还开启小铃铛，不要忘了哦、啊。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八十一月八号哦、啊，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 有六个主题，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以巴战争，以巴战争打了已经一个月了，我们看它的整个状况，我来分析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打了一年八个多月，快一年九个月了，好，快一年九个月了，时间已经超过六百天了、啊。我们看看整个将来的走向是怎么样的状况。第三，我们看一下南海，啊，因为菲律宾最近有动作，包含越南有时候有会到太平南沙太平岛的这边做一些挑衅。 哎，这些干扰的活动。那我们再看一下缅甸啊，这个这个缅甸呢、啊，它这个政府军跟它的一些地方的这些武力啊，这些地方的势力都有交战，而且政府军是作战失利。在这个状况下，缅甸的状况如何？我们来也看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太平岛啊，太平岛。那我们首先的来看一下的就是这个以巴冲突。以巴冲突从上个月啊，十月七号开始啊，到现在我今年十一月八号了。 哦，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啊，一个月出头，啊，换句话说，以色列占领了整个的这个北加沙的地方啊，加沙市都占领了，然后现在要要开始做变变成对哈马斯组织啊做一些这方面的清剿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先看这个地图很清楚啊，以色列啊。 它的国土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它现在已经占领了这戈兰高地。戈兰高地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原来是叙利亚的，那现在变成以色列占去的。哦、呃，那现在叙利亚它因为内战，啊、呃，内战打了这个十十十二年的内战，还在那么打，他自己政府军呢自顾不暇。以色列也炸了这个大马士革的国际机场，还有这这个另外一个国际机场，啊，另外一个就是以叙利亚，叙利亚。 这个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缓击的。因为以色列炸他叙利亚嘛，为、欸、叙利亚内战嘛，他自己没有分身乏术了啊、呃。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约旦河，约旦河的西岸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自治区，但是这个都被分散了啊、呃，有了大部分也被以色列以色列占占占占,占据了。看起来好像很很很完整啊、呃，这个将近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其实没有。 其实以色列很多地方都被他控制住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重点，就是在加沙加沙走廊，加沙走廊整个海上啊是被以色列所控制，啊，那南边的话就一小部分是埃是接壤到埃及的西南半岛。那现在这个地方北加沙的地方呢已经被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啊，因为已经经过一个月的狂轰滥炸啊，将近三万公吨，三万公吨啊，这不是三千吨了。 三万公吨的炸弹啊，炸在北加沙，所以是满目疮痍，疮痍啊，一片焦土。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全部是断壁残垣，哦、啊，只剩灰色跟黑色，啊，没有什么彩色的，炸了，炸了，乱七八糟，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那，那那现在是决战在这个这个这个加沙地方。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图啊、哦，把它放的放在这边，我们看这个是地中海，啊。 那地中海的话，这边是以色列在这，以色列这个稍微有点这边，它的西北角是这个是面临的是整个地中海，大家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方是地中海啊，地中海。然后它被那个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也包括了这个这个埃及的西奈半岛所包围啊，但是所围绕的以色列这些国家都比较弱啊，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本来就是比较弱，你看它在这个。 北部的地区，黎巴嫩这个与叙贝卡山谷之一，以色列跟叙利亚打贝卡山谷的时候，不要忘了，那时候是是叙利亚的军队进入黎巴嫩，结果被以色列的空军啊派无人机，还有他的有那个那个战战轰机把它整个炸掉。所以与叙与叙贝卡山谷之一，在以色列用兵来看是比较，呃非常成功的。 啊，尤、哦、尤其它的电子战，那我们再看这边叙利亚，刚才已经讲过了，还有包括了约旦都很弱，围绕它的表現比较比较强的包含伊朗，但是问题是伊朗呃没有跟以色列接壤啊，那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沙特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它在建，但是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有美国的撮合。 啊，所以沙里阿拉伯对以色列并没有形成威胁。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一放大就知道，沙里阿拉伯是在这个南边的地方啊，南边这个地方，尤其红海啊，红海这个地方有一个红海，大家可以看到，嗯，红海，红海的地方，红海的地方，红,红海长度是两千两百五十公里哦，从最扁到到到极南南边，因为南边的话已经面对了这个，往往往南边拉过去，拉过去的话是到呃叫叶叫叶门。 啊，也、哦、门，也门就是变成红海的南端了，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图，把加沙地区的图放大，这样的话比较好看。我们看这个加沙地区的图，啊，这个比例尺就大了啊。加沙地区，我看加沙地区总共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大，但是人口非常的密集，人口两百，总最高的峰的话两百三十万。看看这个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那么小的地方，起了两百。 三十万，最高峰的是两百三十八的死难人，啊、呃，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哈马斯的组织就在这边，这边有很多的地道。那现在呢，以色列把它这个加沙地区一分为二，切掉，切掉，断掉之后，这个地方断掉了，断掉之后，整个微上这个扎萨是它的这个加沙走廊这个地方最北边的地方是最繁荣的加沙，这方就要清剿，因为下面有很多地道。 啊、呃，这边你们三万公吨的这这些炸弹通通爆炸在这个炸得满目疮痍。那现在开始做地道战，啊，地道战，换句话说，这些、個、哈马斯组织在地道上面也也不会，呃，虽然有一些局部优势，但是没有办法形成绝对优势了，因为都被封锁啊。那各地道各个出口，以色列把它看住，看住以色列，呃，看要怎么样去对地道做攻击，换句话时间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因为你在地道这边。 在地道这边上面，我们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在地道上面，它的空气呢，它的氧气含量会越来越稀薄，啊，因为没有抽风设备，而且是是被被控顶住的状况之下，那人在下面，那食物呢，还有饮水呢，还有医药呢，这些，因为人都有伤患在里面那医药怎么办？那医药那人死亡在里面会造成，我们讲到的这些细菌，也就是会变成疫情。 会染疫，会疫疫情会扩大，因为有有人在里面，你把它丢出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地道战来看，各有各的，各有各的这方面的。以色列会中伏埋伏，但是这哈马斯的组织在下面，他会食物、水源、医药、医疗等等这一还有氧气。我们知道在地地下氧气的存量慢慢会耗，去消耗不会耗尽，但是会越来越。 越来越稀少，那这个状况下，对哈马斯组织的战斗力会有影响。但以色列也要面对非常多有五大问题啊，这五难。第一个，那国际都在谴责啊，现在你包含这个阿阿拉伯阿拉伯联盟总共二十二个国家，对不对？对以色列这里会施压，你怎么可以战那么久？而且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已死亡已经超过一万零四百人。 哦，当初我在讲的时候我在，在在某一个电台讲，以色列报复比是四倍以上，四倍到二十倍。好、哦，那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做图击，以色列死亡一千四，那乘以四倍的话就是五千六。但是我以色列也有战死的人，一千五，一千五的话就变成你乘以四倍就六千六千以上。那你乘以二十倍，这个一千五的二十倍三万人，所以是六千人以上，三万人以下。 啊，以色列对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要到达六千以上三万人以内，啊，因为四倍到二十倍的报复比，这是我经过这常年的统计计算出来的。那果然没有错。当时我在电台讲，大家还呃心惊这个这个这个揪一下，我还要再杀那么多人啊？我说对啊，报复比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一定要最少最少没有低过四倍的。 如果今天哈马斯组织杀了以色列两千人，那最少要以色列杀这个巴勒斯坦人最少要杀八千人以上，最少最少，因为没有低过八千人以下以下的，因为最少都是四倍以上，啊，这个历史的记录可以做统计，统计来做预测，你一归纳完毕这就做预测，那预测的还蛮准的，啊，是这个样。那以色列面对五大压力，第一个压力，国际强烈的谴责嘛，这不是吗？啊，这个二。 穆斯林国家，全世界穆斯林国家，阿拉伯联盟有二十二个，但是穆斯林国家总有四十八个。你你包含在我在在亚洲的印尼，印尼也是穆斯林啊，印尼啊，印尼是回教国家哎，两亿七千万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也是穆斯林国家哎、欸，马来西亚到马来西亚去，他也要做这些祷告哎、欸，这些祈祷日哎、欸，这些都要做这些。换句话说，那那这四十八国家会不会对以色列？ 有些当然会有这些压力，所以这些国际的这种谴责的声浪都会都会都会产生了。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南美洲包含玻利亚，玻利亚立刻跟以色列断交，你其他的还撤回大使，你包含巴西、智利、秘鲁都撤回大使，大使招回来，驻以色列大使通招回来，你这样的话，你这以色列犯战争罪、犯人类屠杀罪、犯国际这个这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的。 这个战争罪了，就是刚才讲的战争，就是这个样。那换句话说，面临这个国际的这种谴责声浪会越来越高。第二个，世界各地都会有示威游行，包含美国、在英国、北爱尔兰、意大利、法国、德国都有，都有反犹太人示威、反以色列示威都有，美国都有，美国包含和国会山庄都有，会有这个状况。那这个这个示威游行会不会对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府产生压力？当然，美国一定会接受压力嘛。 那法国刚满在在在讲话，法国马克龙就不太敢讲，因为都在示威。因为毕竟世界各地阿拉伯人多，世界各地毕竟阿拉伯人，阿拉伯毕竟犹太人是少数。虽然犹太人控制了非常多的媒体、非常多的财富，美国的财富啊、呃，百分之七十的这种财富，这种 CEO 五百大哦、呃，他的 CEO 跟总裁是在犹太人，政界也是一样，啊，媒体也是一样，都在他手上。 甚至好莱坞电影在犹太人手上，那这样的话，但是问题是，毕竟我们讲的阿拉伯人还是多，啊，他们会因为以色列的这种无差异的这种攻击，会造成他们这种气源覆盖，所以这边示威游行不断，啊，那那这一万四零四百人，一万四百人死亡继续攀升了、啊、哈，现在最低都是一万四百人，那那么有一半以上是儿童、妇孺。 那一半儿童妇孺，那这样的话，那边就变成加沙地区就是儿童的地狱、儿童的炼狱、儿童的坟墓，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影片，那和孩子摆的一堆都包起来了，就是死了嘛，就包起来啊，一一一一长排。因为炸弹一爆炸，炸弹不长眼啊，所以以色列面对的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各地的示威游行会对当地的政、当地国所在国的政府。 产生压力，甚至加拿大也有示威，我也看到加拿大都有，国家都会有。那这示威的不是抗议巴勒斯坦，也不是抗议哈马斯，是抗议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屠杀太重，无差异的轰炸啊、哦，整个加沙地区，而且他不，他他没有暂暂停，不暂停的是这样。那第三个呢？纳坦雅胡，纳坦雅胡目前的有多少人叫他下台啊？百分之七十六下台下台。下台 那他要在前一阵子，大家知道他要做司法的这种改变，那司法改变呢，在以色列内部，以色列国内，他的社会就在思维游行就不断，那就那才要就遭受很大的压力。何况这一次的以巴冲突，我都讲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西方国家有讲以哈，哈马斯，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他所炸的不是哈马斯，哎，死的最多的百分之八十是平民百姓。 真正哈马斯的人只有是百分之二十二十多而已，百分将近百分之八十是巴勒斯坦人，啊、呃，因为因为分不清楚啊，他就狂轰滥炸，无差别轰炸，无差异轰炸，啊、呃，使得这些平民百姓啊、呃，那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老弱妇孺嘛，刚才已经讲啊、呃，甚至是儿童，所以是儿童的地狱，儿童的坟墓啊、呃，这尤其是北加沙地区。那这样的话，这个纳坦雅湖有百分之七十要他下台，他也不下台。 所以他现在一定会以以凌厉的攻势来保住他的位置，啊，每一个人呢都会以他个人的实力啊凌驾到国家。他当然希望保位置啊，那他的利用工具啊，利用战争，啊，可以利用战争来保持他的位置。战争的话就是不会换掉，啊，那这是他的手段，政治手段。啊，只要一战争的时候，总理会不会下台？就不会了，会暂时保住，因为他在目前在指挥啊，不是挣钱不换将嘛。 会这样，他继续保守。那如果战争持续半年，那他他就做半年嘛，就是这样。因为不会去选举吧？因为打仗怎么选举？战时内阁怎么选举？会这样一直做下去。当初罗斯福是美国唯一第三任总统，因为为什么二次大战是这样？没有二次大战，罗斯福总那这个罗斯福总统那就下来了嘛，就是这样。啊，那同样的，那纳丹亚夫也是这样，他呢，他的目前的那么多超过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就是六十七点七嘛，六十七嘛，就是百分之六十七嘛。那现现在是百分之七十六，超过三分之二了。要是哪台下不下的，那现在战争在实施啊，你叫怎么叫我下台？我正在现在战时内阁啊，对不对？我在指挥这些官兵在打仗啊，因为我是总理啊，对不对？那他就继续做下去。这，这是一。然后第五，第五个呢，这个我们讲了第四个，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所面对的人质危机。 现在哈马斯里面有两百四十个以色列的人质在里面，哈马斯，那你现在打死的两百四十个家庭呢？这两百四十个人质的两百四十个家庭会不会给纳南雅无压力？当然会啊！你现在一直打一直打，那结果我自己人质也被你炸死了，就是因为他们在哈马斯手上啊，哈马斯都死了，我人质会不死吗？因为两个在一起的，不管是不是人肉盾牌，对吧？不管是不是人肉盾牌，但是问题是是这个是这个状况啊。 那这两百四十个人质，那相继的死亡，那这些两百四十个家庭的这些家属，还有以色列国内会不会有对他有这些有这些压力？当然会有压力嘛。这是第四个压力，第五个阿拉伯国家，你不管你现在包含也门，就是也门是胡塞组织在也门，回来再靠西边，回来对以色列宣战。 也打了这些导弹，曾经也发射无人机跟巡弋飞弹，但是被美国还有以色列的这个这个拦截高空拦截的飞反弹的系统把它击落。还有北边的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发难，对不对？当然，哈马斯的组织也利用在黎巴嫩的那个基地对以色列的军队发动火箭弹攻击。所以南边有也门的胡塞组织，北边的有黎巴嫩的真主党。 那还有这西边的加化地区也在那边，如果如所以以色列要要注意到这三面的作战，嗯，南北还加上了胡塞组织，那其他的这个当然这个伊朗也蠢蠢欲动，对不对？支持他们，支持叙利亚，支持黎巴嫩，支持这个我们所说的也门的胡塞组织等等。但是问题是美国的两艘的航母打击群。 跟他的一个两栖作战舰都在地中海，还有还有波湾在那边，有波湾也有美国的军舰在那边做制压，哎，在那边做做战战略威慑。所以伊朗来看呢，他这个是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有这个美国可能已经跟以色列讲，你专心这个哈马斯吧，专心巴勒斯坦，专心加沙地区吧，其他伊朗你交给我，你不然美国派派了福特号的航空母舰。 打击群，派了艾森豪威尔航母的打击群，那是所谓维和，就是来威责伊朗，就是来威责伊拉克，不要轻举妄动，甚至有点点战略在战略牵制阿富汗，也不要轻举妄动，啊，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色列面对这这这个这五重压力，五重压力啊，有我我认为比较比较。 这个要注意的是人质的压力，其他以色列都可以不管，管你什么加萨不加我管你死了儿童不儿童，那是你的事。管你什么战争罪还是人类罪，他才不管。以色列不会管这些的，啊，以色列他这个他是比较我行我素的啊，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整个加萨地区，就是北加萨，就现在被围困啊。下面的地道，那地道的地道战的话，被围困在里面的话，会随着时间啊，对巴勒斯坦。 对哈马斯的组织会不加不利，当然以色列会有些有一些这些战损嘛。他有时候晚上利用晚上出来突击啊，会有这个样啊，会有这样。但是我们一这样来看的话，呃，旷日持久的话，会瓦解到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会瓦解啊。毕竟呢，因为因为整个剩下他整个北加沙被占掉之后，以后以色列讲过了，这个整个北加沙由以色列来负责这个维和。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又把它占据了。以色列一定是这样子，先攻攻占，攻占占领完毕之后，就是变成屯垦。屯垦之后，以色列会移民，啊，把他的以色列犹太人，还有这个巴勒斯坦的人，他有也有一部分巴勒斯坦的人进来，开始屯垦。这时候都听话的，就是顺民来屯垦北加上，最后面就接收了。那这样子，这个加沙地区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大概只剩下两百多了，只剩下三百至两百多，因为北加上又被。 以色列占据了，以色列会不会还给哈马斯？会不会还给这个巴勒斯坦人？那要看国际上的这方面的干预啊，甚至甚至以前跟以色列铁杆的南非，这是非洲南边南非啊，南非也把以把那个驻以色列大使招回来了，他们两个以前是铁杆的，招回来就这样，你这样子犯战争罪哦、喔，国际国际这个这个人道人道罪哦、喔。 还有国际战争罪哦、喔，你你从招回来，这会给以色列外交，但是以色列是我行我素的了，我讲过了啊，他这样会这样做，那看国际给他多大的压力，国内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纳坦雅胡下台之后，新的总理上来，他的政策是怎么样，都是变数。如果纳坦雅胡他是不会，他是不会放掉的啊，但是其他的新的总理呢，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啊，那新的总理他会有政策，有反对的。不然说，我认为不要。 三百六十五已经够小了，这个要还给巴勒斯坦人。哈马斯组织内，另外我们再另外做做做决断，我们就另外做处置。但是这个还是要北加沙，加萨市还是要还给巴勒斯坦，那又不一样啊。因为民主国家，它不是它会换内阁会换领导人会换总理会换，那它的政策也会稍微的调整。那至于状况怎么样，那后续值得观察。好，那我们这样来看，那那加沙走廊地图，我们再看一下。 哦，啊、这个很好的这个加沙走廊，这个图就更清楚了。黄色的地区表示是繁荣地方，这个都已经烂掉了，因为这个已经没有。这原则上北加沙市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没有一栋。你看，以色列连连医院炸，清真寺就就是寺庙教堂炸，啊，学校炸，难民营炸，通通炸，连难民营都炸了。难民营里面是难民呢、欸。 他说：“里面有哈马斯啊，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认为有个哈马斯，他就炸，连拉民营都炸，那就全炸了。学校都炸，那就全炸；医院都炸了，那就全炸了。所以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这个量啊，讲满目疮痍，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讲一片焦土，可能要这样来形容，全部全面焦土要这么讲啊。这个地方现在，那剩下是那哈马在哪里？哈马只生在地道。” 但是不要忘了，哈马斯不是只是在加沙市，哈马斯其他地方也有。你要怎么样去剿灭？但是它是分区剿灭，先剿灭加加沙市在这个地方啊、呃。加沙市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占整个这个这个北疆占整个的加沙走廊大概四分之一。4, 我们可以看这个面积，大概四分之。4, 那四分之一的话，也将近这个一百平方公里啊。那这一百平方公里会会就会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状况。 那我们按照这样来看的话，这些这些黎巴嫩对北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我看了按照目前来看，北部的威胁是小的啊，因为以色列在北边，黎巴嫩就是以黎之间边境，以色列有重兵啊，所以北边的黎巴嫩对以色列是威胁是有限的。 叙利亚威胁，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可以忽略，略而不计。叙利亚对以色列是完全几乎没有威胁，所以我说叙利亚我从来不讲。你大马士革机场被炸，你都没有办法，对不对？阿尔波机场被炸，你也没办法。你现在一一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我们讲到的戈兰高地你都没有办法拿了，所以叙利亚不要干，那约旦，约旦被美国所制约啊，美国有驻军在约旦，所以约旦没办法。 那现在就是，所以那就是人家加沙市了。埃及，埃及经济问题，啊，他新他在他在这个新奈半岛，而且新奈半岛是非军事化区，不能驻军，所以也没有办法威胁以色列。新奈半岛是非常大的哈，将近六万平方公里土地，非常大，啊，但是六万平方公里那只有六六十万人而已啊，地广人稀啊。啊，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对对以色列是没有威胁。大家知道以色列周边对以色列从没有威胁。 那叫专专心心对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他们组织哈马拉通加起来两万人，对不对？那以色列军队正规军十八万人，大家就知道以色列的后备后备部队后备军人，造册的四十八万人，这是动员了三十万人，四十八万动员三十万也是相当大。我一我当初就讲了，在十月八号、十月六号动手的时候，我就讲了，十月八号我就立刻就说，以色列现在动员了，不会说早期后解散。 一定会对巴这个这个加沙地区进军，因为因为已经箭在弦上了，动员三十万，结果少西欧解散，不可能，那军事上不可能。我这场会一定要进入加沙，先做地毯式的狂轰滥炸，后来就开始进军，整个大军进入，只是时机问题、时间问题啊。后来都按照我所当初所推估的的时间，包含这种报酬比就是报复比，死一个以色列人大概死多少巴勒斯坦我都已经刚在那那也是在十月八号。 电视节目我都已经说了，我看到那个那个那个主持人那个那个眼睛还是眉毛就就揪了一下，因为我因为我讲说还要屠杀多少，哦，他就揪了一下，那是不可能，那时候那时候巴勒斯坦才死几百人而已，因为以色列死的多，我说后面有的看，好吧，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紧接着我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再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因为这个既然是。 以以巴冲突，以巴冲突啊，原则上是控制在以以巴冲突，再再来是以阿以阿冲，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冲突。那现在没有，以阿只到这边为止，到以阿冲突还没有到以阿战争。以阿战争的话就扩大了，所以我认为不会到以阿战争。以阿战争完毕了，就不成中东地区的区域冲突，区域冲突再扩大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世界大战，第五等才是世界大战，现在到第二等，从以。 以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以巴冲突到以阿冲突而已，就到第二等以阿以阿冲突而已。为什么？因为也门的胡塞组织上来了，黎巴嫩也过来了，对不对？叙利亚它也认为非常关键，这是变成以阿冲突而已，还没到战争啊！战争的话，坦克什么都要相互飞飞弹、飞机轰炸就要开始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呃不耽误太多时间，我们现在看一下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就倒霉了，因为既然 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非常好嘛？那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些军火往哪运？当然往往往耶路撒冷啊，往特拉维夫去运啊，当然给以色列优先了。那那那乌克兰怎么办？乌克兰就倒霉啦！你西方国家，乌克兰两个倒霉：第一个，因为以阿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以巴冲突，那武器往以色列去了，你就少了；第二个，已经打了一年九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其他国家周边国家对你都会有知识上的批发，都不想支持你。你你你刚开始救急救穷可以啊，打三年三个月五个月可以啊，甚至一年半载好，一年半载我也给你吧。你要腾克给你呀、啊，你要你要豹二腾克，豹一腾克，我给你，挑战者腾克，我也给你，先锋号腾克，我也给你。这个我们欧布莱特腾克，好吧我也给你欧布莱特吧。你要欧布莱特我也给你欧布莱特吧，都给你。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无底洞啊，我就那么多啊，我报二都给你了，我不能再给你报三，报三我都不够，我怎么给你报三，对不对？所以变成弹这个资源弹性批发一定的，所以泽伦西当初失算，去在去年二月二十四号爆发乌克兰战争，我是说乌克兰战争你要小心哦，这个西方国家没支持你，有大挺大打，小挺小打，不挺不打，这根本不挺你啊，只给你武器弹药，没有派一个兵，美国有没有派一个美国大兵？没有。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十一个国家，你们派个兵过去？没有，你自己打。我给你，我给你炮弹，我给你这个这个，算是要要准备出艺的这些飞机，我也给你，好不好？坦克给你，最好最好，给你哈马斯，不不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给你那个海马斯，跟那个哈马斯不一样，海马斯火箭火箭炮火箭弹给你，好不好？海马斯给你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 你那这样叫你叫你叫乌克兰怎么弄？所有炸弹都在乌克兰，乌克兰没办法打到俄罗斯，一直借钱，整个国家战略错误啊，泽连斯基战略错误，借钱向美国借钱，现在所有的都是抵押国营企业抵押土地抵押，你现在打仗完毕之后，你现在没有这这个满目疮痍都要建设，没有几千亿六七千亿美元那不得了，可能要上灶，呃，由由工业社会工业工业社会，打到。 农业农业你都没有了嘛？你工厂工厂都都打烂了你，你还有什么，对不对？然后一千两百万到欧洲，难民呢、啊？将近一千万了，不到一千万，在那四个独立国家，包含卢甘斯克、顿内次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对不对？你这四个都公公投独立了，还不包含克里米亚半岛，对不对？再加上那个。 俄罗斯人回到俄罗斯，总共加起来这四个州加上回到一千万、一千两百万在外面，一千万在俄罗斯，你四千四百万只剩下两千多万人，两千出头。你这个国家，你看别人样，那到处欠钱，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打个一年半载，我可以解囊相受，但是你打了两年，我怎么给你？所以大家弹性比吧。那现在以我们叫做以以巴战争又以巴冲突好了，我们叫以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又在打。 那怎么办？那当然，美国是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感情、跟以色列的关系、跟以色列的互动，绝对凌驾乌克兰。你乌克兰怎么办？绝对的，你乌克兰，乌克兰在美国有有哪些企业、哪些银行操纵在乌克兰手上？没有，都是犹太人。媒体犹太人没有乌克兰，电影犹太人没有乌克兰，政界犹太人没有乌克兰，对不对？你你拜登。 拜登，拜登，拜登儿子娶的是犹太人了、啊，他的媳妇儿就是犹太人了、啊。前任总统川普，川普女儿嫁给的是犹太人了、啊，对不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是犹太人了、啊，太多了啦，这个我不要去讲，对不对？所以你乌克兰就放在旁边那乌克兰现在当然会有一些战果了，因为美国提供一些情报，美国大概一千一万多家次啊、哦，这这一年九个月一万多家次啊、哦，包括在在黑海。 在罗马、罗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大家知道围城这个弧线。乌克兰弧线呢？乌西弧线，乌克兰西部整个弧线，这个弧线起来，美国的各型的侦察，机，包括 EP 三，包含 P 八 A，包含 RC 幺三五，包含死神，就是我们讲的 MQ 九 A 跟 MQ 九 B，还有全球之一 RQ four 都在那边做侦察，都在那个弧线上，还有阿米提斯、阿米提斯侦察机。 住在那边一万多架次了，这一年九个月，那是情报，情报给你去打，你去打或者打,打俄罗斯。俄罗斯家大业大，俄罗斯用自己的钱、啊，乌克兰是借钱打仗，俄罗斯用自己的钱打仗，俄罗斯怎么会向你乌克兰投降？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我那个有有有人说到时候俄罗斯会输了，就跟我在某一家电台，我也不要去讲他名字，他们说我上来说，哎，你要去讲乌克兰会赢，我说不会，乌克兰不会赢，不会赢。 后来我我我隔了隔了几天之后就没有通告了，就没有了。是张将军我，我我我们乌克兰最近没有没有那个没有没有没有讨论哈，没有这个主题啊。你你你那个就就就休息。后来恢复了，他也不找我，因为我他要我配合他说乌克兰会赢我是。我说我是做专业的，我不在乎那个什么通告费啦多少啦，我不在乎了。我觉得我专业，乌克兰就是这个样子。 我跟个人一直在讲大停大打，小停小打，不停不要打。你不停，你都不停，你们都不停，我不不派兵，连画个空中的禁航区你也不画。你叫我单独跟俄罗斯这么做对抗，你你把我送什么？我死所有炸弹都在我乌克兰爆炸，死的是我乌克兰的老百姓，死的是乌克兰人，死了乌克兰的军队就算了，有老百姓这些都是嘛？医院炸不炸？他也是一样，说你医院里面有乌克兰的军队，他也炸了，不是吗？ 对不对？你满目疮痍。那请问，我所谓为何？为何而战？为谁而战？那责任时期战略战，整个战略失败。打仗的时候啊，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力，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是不可不察，一定要绞尽脑汁的好好去分析利弊得失。利在哪里？对，弊在哪里？然后，然后趋吉避凶，要取利多弊少，很简单的事情。 我如果来，我把这个摊开来看，政经新军、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包括外交、国际外交，都摊开来看，得失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摊开，然后会产生怎么样的战国？因为这是国国之国脉民命，国家的存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国际，你看三十一个国家没有派一个兵过去，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俄罗斯会赢，俄罗斯怎么会？俄说俄罗斯会输，俄罗斯怎么会输嘛？他输了，他把这六千件的核武交出来。 他怎么可能向乌克兰投降？不可能的事情呐！我说还有战略核武、战术核武，哎，六千多件呢，对不对？怎么怎么可能？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哦、啊，很清楚的，整个乌东这个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哈、啊，整个占去了十二万。这乌克兰，乌克兰总共是六十万三千平方公里，但是整个地方被占掉了，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十二万五千整个夏季攻势还有秋季攻势，哪有什么斩获？ 最好的状况只只收复了他领土的百分之零点三，最好状况。那你百分之零点三，你要三百年才能够重新收回来啊！何况俄罗斯在其他地方，他是收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他。他在他在南边的在赫尔松、扎波罗热被被那个乌克兰稍微有点掌握的时候他，他从北边从哈尔科夫这边拿，变成这个样子。他看这边好拿，他这个地方避避其锋。 那是往往北边走，是变成这样。那么，可所以从整个乌克兰战争来当中，我们来看呢、啊，现在乌克兰的人民已经百分之三十九对政府的制度，只剩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一，百分之百分之六十一不见了。对政府的制度只剩下百分之三，对责任失去制度只剩百分之三十九，你怎么办？然后，然后贪官污吏横行，五十七万件的武器跑掉了。 那刺针飞弹跑掉了，标枪标枪反坦克飞弹跑掉了，那个那个那个榴炮跑掉了，哎，坦克也不见了，那个黑市拿去卖了。他们也讲过，这次哈马斯组织在在在在,在打以色列的时候，还有部分是美军的装备，为什么从乌克兰流出来的、啊？那怎么流出来不知道？有批号嘛，任何武器装备都有批号，枪有枪的批号，子弹有子弹标，打那个字都很小，那个批号，嗯，都五十七万件，到现在我统计。 这是有数字的、数据的黑市，你看到没有？贪官呢？在还没有乌克兰戰,戰,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乌克兰是三个欧洲最贪腐的国家之一。你看乌克兰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样已经国不成国了啊！我们一看这个图，就大家看到这个图就非常的清楚，收不回来嘛？你已经一年九个月了，六百多天了，你就是变成这样。而且越打，这个强弩之末，人困马乏。 兵棋力尽，对，这这就没有办法。那你你这样，俄罗斯它还有工业潜力，还有军工的潜力，还有动员的潜力。那我看来，所以车轮斯基没有办法，他他的幕僚太弱。另外一个，可能最近的时候，美国会西方国家啦，讲北大西洋公约所 n a t o 啊，会供应这个 F 十六旧皮好的 F 十六，可能 block 两栋啦、啊。 呃，或者是 Block 三栋以内的这种这种批号的 F 十六 A、B 啊，因为他已经训练这个北欧国家，还有美国都有帮乌克兰训练 F 十六飞行员，因为乌克兰的苏凯战机打完了，苏凯战机打完了，米格机打完了啊，乌乌克兰的直升机这个什么米五十二啦、卡五十二啦哈，米米二十四什么打完了，那现在给他一批。 你看，哪是十，哪怕是十架、二十加 f 十五六，能够打多久？飞行员训练完毕，这些飞行员又是只是刚完训就送入战场，他的整个作战的战术动作，那种对地轰炸、战场主角，密接支援作战，能够打到发挥到怎么样？还有他电子战可不可以防止俄罗斯的野战防空、还有区域防空、还有空对空的这种拦截摧毁？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不要过分乐观。 不要过分乐观。乌克兰拿到了一部分的 F 十六之后，会扭转俄乌战争的态势。千万不要我说啊，他拿了 F 十六，整个战争战争态势回来，我否定，我认为不会。就观察，会稍微改变一下在战术上，会好像有些战果，有些有些成果，有些战术上的有些战果收到了，因为 F 十六轰炸对对这个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 这个地区这四个州啦，哦，包含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哦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这四个州的战略，它的它的油弹库，还有军火库、后勤设施、重要的公路或坦克部队纵队、坦克纵队做轰炸，大概有些有些战术上的成果，但是想改变整个战略态势，我认为可能性不高。哦，我不要斩钉截铁了，我不要斩钉截铁说说不可能，所以说完全不可能，不要。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高。 啊，这是乌克兰战争目前的状况啊！我相信，我判断，下个月、啊，现在今天是十一月八号，下个月十二月可能是月底，乌克兰可能会拿到 F 十六了，因为差不多了，因为快两年了。因为再过来，因为冬季了嘛，冬季地面部队比较不好，因为整个开哎开这个开开皑皑白雪啊，这个那空空中那利用空中来轰炸。 地面上机动没有那么快，因为都是整个一一片苍茫，啊，然后这个对比非常清楚，因为雪跟那个武器黑色的，一看就知道。想要做隐蔽，隐蔽没有那么简单。好，那我们就空中轰炸，好，会变成这个状况。好，俄乌战争我们这边稍微再讲完，那我们先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关 on fire，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南海啊，南海问题哦也是目前的一个重点之一了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德雷山号哈，这个这当然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这这个就是仁爱礁，仁爱礁有一个触触底的这个两年，大家知道已经二十二十一年了。啊，这个马德雷山，马德雷山呢，现在菲律宾过去的时候，你看大家注意看，都在上面的时候盖了一些这个建筑，强化这些，对，这好像是银色，你看它已经盖出来了，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你看到没有？他怎么改的新的东西，新的。他把这个想要把这个这个马德雷三号这报废的这个中型登陆舰哦，把它改为好像一个海上堡垒一样，好像在里面常住。当然，他们已经住了二十一年了啦。但是现在目前它还是上面设施，你看没有？运不过去的这些，不管是这个钢筋啊，或者是建材啊，他都把它怎么做固化？可以看得出来跟原来不一样。看这这个都是新的东西。 白白的嘛，都是新的。以前上面呢，整个都看起来斑锈迹斑斑，啊，一片破烂啊。现在已经有有一些建筑在上面。那中共在这一方面，中共的海警船，哦，都会过去在那边做做一些这个这个取这些取缔或者是阻拦拦截都有啊，有的有还曾经曾经还喷水过哦、啊，有喷水喷水雾了，哦，做驱离。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警。 这个敏感度、紧张度还是还是一直存在，纷纷扰扰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些域外的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哦援救菲律宾的七架直升机，啊，这换下直升机将来会不会做运补？所以印度他这样子，他也在关心菲律宾呢。不是光是美菲，美菲共有共同防御条约、啊，这是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签订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印度援救这个。 援助菲律宾七架直升机，那日本日本提供了监视雷达五套，原则上对海监视雷达五套，我给你不要钱，日本给菲律宾五套对海监视。另外不要忘了，我也给你五艘大大型的巡巡巡防舰，这些大型的这个巡逻舰呢，蛮大的嘞。巡逻舰一般来讲小，大家讲巡逻嘛，你要怎么样？又不是驱逐舰，也不是护卫舰，你去问。但是不要忘了，日本给的是长度九十七公尺。 那九十七公尺的这个巡逻舰，那换句话说，这个是蛮大型的。不要钱，我五艘给你，五个对海监视雷达，五艘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这个巡逻舰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菲律宾在这方面好像有底气嘞。又美国又在那边有有九个驻军点啊，本来是四个，再加了五个就九个啊，尤其是自自重岛与吕宋岛，但是不要忘了，在巴拉望岛也有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将来，这个是仁爱礁。你看我，另外我们也知道一个黄岩岛，黄岩岛我们也看一下。黄岩岛长得大家都非常熟人了。黄岩岛它这个缺口啊、哦，四百公尺，大家就知道这一个整个的环岩岛非常的大啊。这边也是，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艘船呢、哎。这边这边海产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是珊瑚礁，礁礁的话很容易这个鱼类就生存啊，所以礁非常所以注意。但是这边有常驻一个海警船啊，中共的这个。 这个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做控离，啊，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四百公尺的宽度，那一个是黄岩岛，啊，一个是刚才讲到的仁爱礁，那菲律宾一直想要闯关，上一次的话有一个拦截索，啊，这这个这障碍这边被菲律宾，啊，小马克思中的书把它剪断，变成这样，这个也变成一个一个话题，大家都很清楚，哦、啊，那可以看出来，黄岩岛也好，啊，也包括了刚才所讲的仁仁爱礁也好，将来绝对是一个。 这个冲突的一个热点啊，这里那以现在印度给菲律宾啊、呃、七架直升机，那日本也相继给他的，又给他雷达，又给他这个大型的巡逻舰，哎呦，好像菲律宾的朋友变多了，呃，底气够了，变成这样子。但我认为菲律宾他原则上他短板太多，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菲律宾的地图，菲律宾呢？ 这个国家啊，一万两千多个岛屿，大家可以看，菲律宾这个是、这个大的岛国，这里面小星罗棋布的小岛非常多啊。主要的岛分为三个区块，北边是吕宋岛嘛，南边是米达纳尔嘛，那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密集的。所以菲律宾国际三角形，它的图啊，大家可以看有个三角形，三块嘛，吕宋岛、米达纳尔加中边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巴拉望岛在这个地方，巴拉望岛是非常狭长的，距离南这个南沙的。 刚才讲仁爱礁非常的近，但是也有美国的一个驻军在这个地方，美国开了个基地嘛，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这国家强不起来，为什么？岛屿太多，世界上没有强大的岛国了。像印尼，两亿七千万人，一万七千个岛屿，你看印尼经济强吗？你光海上运输都弄不完，你要盖多少的桥梁，对不对？你经济没办法做集中，对你只能在比较大型的岛屿，好，在苏门答腊，好不好？ 你这大型的岛屿比较繁荣，但是其他的小岛你怎么样去经营？它分散的地缘战略，地略上在地略上就是不利的。你看菲律宾地略上就是不利。菲律宾人口一亿一千三百万人呢、欸，算蛮多的嘞。他这他看这个这些岛屿，通通加起来的话，它是三十万平方公里、欸，大不大？也够大，三十万呢、啊，对不对？一亿一千三百万人呢、啊，大家可以看出来。但是它短板在哪里？经济很脆弱。 他是到现在为止，他国民所得三三千七百块，三千七耶，你三千七，就中国大陆的将近，就中国大陆的四分之一，你怎你怎么样去强强身？你三这个三千七百块钱，你只有台湾国民所得的九分之一，台湾是你的九倍。你一个菲律宾，我们一个，你要九个菲律宾赚的钱，我台湾一个人赚钱就够了，因为我是我一个人赚的钱是你的九倍。 平均呐、啊，我们来平均。菲律宾穷，那你穷，你怎么样支援军备？菲律宾目前最好的战斗机是 F A 五，东像韩国买的 F 十六都买不起，你 F 十六都买不起，你你你有多强？你军舰是别人给你的，雷达是别人给你的，直升机别人给你的，你你怎么样去跟中国对？最重要，我认为经济，你三千七百块美元，你最早要在搞经济。经济要靠市场，市场在哪里？市场在中国大陆。 谁给你大市场？日本可以提供你那么多农产品消费市场，你有那么多香蕉，还有蔗糖，还有菲律宾的凤梨，这都是你的农产啊。你要外销到哪里？日日本要吃吗？日本吃消化不了，所以它还是要靠中国大陆。你不可能外销到美国，到到这个欧洲，你这些农产品呢、啊，有时效性。你凤梨你要运多久，放多久？还有它的芒果，还有它的甘蔗。 对吧？还有它的又最重要、重要的还的香蕉。你要多大的市场？你是农业的。当然，菲律宾现在在做转型，啊，要朝轻工业发展，啊，也有也有一个成果。但是问题是经济问题把它困住了。经济问题要支撑到军事，任何军事，拿破仑讲了，就是钱，打仗就是钱，没有钱不要打仗。你武器弹药，你这些人的心想薪水都是钱呐、啊，你没有钱打什么仗？那他现在我认为菲律宾搞错了。 他应该先搞经济，先把经济搞起来，你把贸易搞起来，啊，由农业进入轻工业，再从轻工业进入电子业。菲律宾不适合发展重工业，那条件不够。我去过马尼拉，我去过菲律宾，条件不够，啊，还可以发展电子业、家电业，啊，可以。那这是属于轻工业，还有电子业这一环，不适合重工业。我做大型的军舰、做飞机、坦克、大炮，它不适宜。 啊，或者是重的这些大型的这些卡车，哦、啊，或者工程车、怪兽，没有不行，这是重工业菲律宾不适合。菲律宾人口够多，菲律宾的人口有一千三百万在外面做外劳，在在世界，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在新加坡等等，菲律宾看靠外劳赚钱，那国家怎么去强？所以菲律宾战略错误，应该先发展经济，而不是在仁爱礁。 啊，在黄岩岛上面做做这个做文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不要讲太多的菲律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缅甸啊，缅甸，嗯，缅甸。那我们看一下缅甸，缅甸最近呢，缅甸内战，内战方酣呐。缅甸这个国家啊，大家看看，缅甸大家也应该也也也不陌生哈。缅甸就这一个区块，大家看出我现现在画的这个区块啊，这个地方就是缅甸。大家看到缅甸的这个地形非常的复杂。 缅甸有三个短板，第一个地形非常复杂，有平原的，有山脉，那么多山脉阻隔，地形是分割了，分割。你这个国家怎么？第二个复地形吧，第二个民族复杂，缅又是缅甸人呐、啊，又是这些这些丹邦啦、啊、克伦族啦，啊,啊，缅族是最多啦，啊，若开族这么多都在北边，你看那個北边看那个地方。 所以缅甸这个地方呢，地形复杂，人也复杂。第三个，国际因素介入。当初在一九四七年以前，英国统治；一九四七年以前，英国统治，而英国离开了。二次大战完毕的各个都独立了嘛。美国的进介入，那缅甸的西方是印度，还有不要忘了，还有孟加拉。孟加拉以前在东巴基斯坦，啊，因为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孟加拉就独立了。哎，对，东巴这个是。 巴基斯坦人也有介入，少部分，印度介入比较多，北边是中国大陆，然后西边是泰国，泰国其实也有，以前泰以前泰国的都从泰国这边的运送武器进去给这些他这些民族，后来这个泰国跟缅甸呢，缅甸跟泰国签了协定，啊不要武器不要从泰国进入，但现在都偷偷还是有进入，我就我所知道，啊其实还是有。 啊，但是已经没有像以前可以大拉拉的进入，所以缅甸国家国际的国际的势力的介入，民族太复杂，地形太复杂，百分之五十是热带雨，都是十批绿绿的，都是都是那种热带雨林，又又是崇山峻岭，大家可以据险而守，崇山峻岭可以据险而守嘛，梁山伯祝英台不是都据险而守，不是我不是那梁,那梁，我们叫做这个这个梁山好汉呐、啊。 就是那个梁山伯啊，不是那个那个谈爱情故事的，啊，就是我们讲的《水浒传》。好了，就讲《水浒传》啊，它这都可以聚聚,聚,聚三聚三世而守嘛，是这个样。好吧，这个名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阿曼阿曼群岛，这边有这边有安安达曼海峡，安达曼海峡，安达曼安达曼群岛，安达曼群岛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属于东印度洋了、啊，因为这下面就是印度，这个地方就是印度洋啊。那这个地方就是。 安达曼群岛、阿达曼海峡、东印度洋，你们可以看得出来。缅甸呢，也都是，可这海岸线也蛮长的。缅甸的，我们人民缅甸人口啊，蛮多的，五千五百七十万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口也蛮多的。但是，营业面积也蛮大的，呃，缅缅甸的它的面积有六十七万平方公里，六十七万，从这个地方到这，也不小，六十七万，六十七万。当然不要跟中国大陆比了，你六十七万，你跟中国大陆。 九百多万，你怎么去比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它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缅甸这个六十七万平方公里也蛮大的嘞，对不对？人人口五千五百七十万人口也是蛮多的嘞，是这样。但是它复杂，目前在打打起来，那这这个也包含了单邦族，哦，也包含缅族，缅族就是百分之六十八，单邦族在这个地方，还果敢族。 啊，这边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这边靠的东边是靠着受到印度的，因为因为这个地方是印度，因此东边受到印度的影响。啊，然后还有英国的势力，这个南边的话也受到巴基斯坦、北波巴基斯坦，因为这个地方是孟加拉，但是孟加拉现在已经独立了啊，孟加拉人口也是一亿多人口啊，那个在这个地方也是也是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还是有，但是现在是孟加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缅甸的状况，那它的非常的自治区非常多。你看大家看你看游击区，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就知道太复杂。缅甸要怎么去统一？地形那么复杂，而且这一次缅甸跟他们这些自治区的人打起来，缅甸军还输，因为缅甸翁山苏姬，大家知道翁山苏姬还被被,被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他军政府嘛，所以缅甸内部都有问题。那有的人支持翁山苏记那干脆我上山打游击了。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 啊，有啊，包括这个地方是这个克钦军啊，果敢军的游击队啊，民国军的游击队，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佤邦哦，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啊，这个是掸邦在这个地方，太太多自治取代的游击，每一个呃都有游击队哈，少则五百一千人，多的话两万三万人的这些军队，這不能小觑哎。 两万到三万的话，换句话说都有坦克哎、欸，可能可能都有，还有无人机哦、喔。上次看他们阅兵，无人机都有哎、欸，有坦克，有无人机哎、欸。所以这些游击，这些地区，缅甸怎么样去统一？地形那么复杂，民族那么复杂，缅甸族只有占百分之六十八，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都是其他的民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缅甸这个地方啊，这个最近的话，这些冲突，而且这中国大陆也有讲说，希望停火，对，在自治区大家来谈判。 来谈，不要把他们不要再开火了。那缅甸军也力有未逮，没有办法。因为他这边军政府，因为翁山书记的反对势力都还在，所以他军政府也是内忧外患。所以缅甸在这个方面呢，最近如火如荼的在在这边交战啊，但是问题是效果有限。缅甸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短板，就是缅甸的国民所得非常的低啊，只有一千三百块美元。 比菲律宾还惨，菲律宾还三千七百块，缅甸多少钱？一一千三百块。你一千三百一千三百块美金，你看看缅甸多穷。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区块哈都是各个族的，有紫色的，有黄色的，有有有淡蓝色的，有紫色的，后面都有各个势力哈，还有绿色的。你看看缅甸，它政府经常控制的就是白色的地地区，白色的地区还被分割，被分割。缅甸当然有空军呐、啊，缅甸的军队也蛮多的嘞。 因为缅甸的军队总共是五十四、五十五万人的军队，很多，但是问题是地形太复杂，而且缅甸贪污横行，缅甸生活条件很差，GDP 一千三百块美元嘛，只有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10, 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的十分一千三百块就是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那只有台湾的将近三十分之一，你这个缅甸的，你看这穷的这个样子，所以缅甸你穷就没有战力了。我就跟你讲过，你所有武器大炮。 都要钱的嘛，啊，所以看出来这个缅甸目前它内战在打，我认为不乐观啊，不乐观。啊，缅甸想要统一可能性、啊、不可能，不可能，要看将来来看将来怎么走，还有国际势力，包含美国，包含英国，包含印度，包含中国大陆，对它都有影响力。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你看看它这些，帮克钦邦啊，还有还有还有这些掸邦、佤邦，哦，都每一个都有个它的区块，啊、就，这是。 这这克钦帮在这边，青帮看这边，克钦邦，这个是单帮，这个是客，这也是这也是克钦帮，哦，这边这边都有瓦帮，哦，这边、哦、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哦，这都是很错综复杂的。好，那这个完毕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太平岛，哦太平岛最近那个这样来看，太平岛是这个样子，大家知道太平岛现在最主要的是这个码头的工程。 那这些码头工程，他有这些施工的这些船舰在这边施工的时候，哎，这个敦谦沙洲的，那越越南的那敦沙洲越南站的嘛，敦谦沙洲距离这个太平岛只有十一公里啊。海上晚上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在太平岛，你看你你往东看，往敦谦沙洲看，东到灯，敦谦沙洲灯火通明啊。为什么？那个地方有幼稚园，有小学啊，那有,有有有发电站呐、啊。 所以晚上他们他们还有还沒有活动呢，是这个样。哦，那个地方这张盖起来了，不要忘了，在它的这个北端的地方呢、欸，填海造路出来了，填海造路出来了，这个跑道将来可以延长了。啊，这一千这一千三一千三百公尺的跑道到这边，那现在延延长到这边变成一千，可能更我判断了，你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如果延长到这边的话，因为这都填的完毕了，可以到这里，到这边我就变成一千五百公尺了，到这边。 呃，一千五百公斤，一千五百公尺的话更安全，战斗机可能可以落了，战斗机可能可以落，运输机当然不成功，题，现在都可以，只是要这个重量要要减少。那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个停机坪呢，因为这个地方也做也用出来了。这个码头码头这个地方可以停，这个地方可以停四千公吨，最大四千公吨的的,的军舰、船舰啊，这边可以停小型的，这个四千公吨不能停，要停外面，这不不不能停进去啊，这个停在这边。 我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现在已经零点五，本来是零点四九，现在变成零点，因为加了这一块，变成零点五二平方公里，就是五十二甲，五十二公顷。讲五十二公顷，大家就知道，啊，那那越南的那些那个他的他的船舰还来这边做干扰。那我们看看敦清沙洲，敦以也是国军的敦清沙洲，就在这个地方，敦清沙洲，啊，敦清沙洲，我们这样看，大家原来敦清沙洲是那么大。 按照这一个来看，这个地方都是海捕新生的出来的，所以它不长大了，啊、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上面有幼稚园，还有小学嘛？你看那个、那個、那个建筑物，这些房子那么多，星罗棋布。哦，晚上的时候灯火通明，它整个都做出来，整个都做出来。这边还有一个突底码头，啊、哦，在那边做出来，拉出来。你看，换句话说，蹲金沙洲长大了，长大了，它的船舰出去就会干扰到我们讲到的太平岛。 那太平岛现在最大的吨位，我们就一百吨的海巡船，一百吨很小啊。将来我看要派，如果是我派个三千吨过去，你如果來过来洗澡的话，我这个军舰就出去，因为因为距离台湾太远了嘛，八百六十平八百六十海里，距离台湾八百六十八百六十海里乘一乘一点八五，对不对？那就是一千一千五百一千一千六百公里了，非常远 那我们怎么样去支援他、啊？当然派个大型的军舰，以前是海军陆战队，那现在变成海巡署在那边守，对不对？所以我都认为，这个尊经沙洲现在是越南，越南占岛最多嘛。这种南海它总共有二十九个占岛，那到这边经常的活动，那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是要派强大的一个一个海一个海上部队，我不要讲是海巡或者是海军，应该过去，哪怕是一千吨三千吨的，就放在那边，你敢过来的话试试看，那这个样子。 不是，如果他要夺到把整个太平洋夺掉，很快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很单薄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 巴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四百一十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Good Feel Feel Good，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